时间越来越晚了，来到了晚间的八点多。北台湾最热闹的跨年在哪里？当然就在信义区这边。您可以看到，现在来说呢，人潮是非常的多。往旁边来看，这边呢，现在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民众。以外呢，今天其实北捷就有统计喽，关于在七点多之前，其实今天的人潮运量已经达到140万人次，相比去年来说多了10万人。所以说，您如果要今天来这边，真的得特别留心。那么回来跟民众请教一下，今天怎么会来这边？同学们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你们从哪边过来？我们从桃园过来的。桃园过来。对啊。那你们是今天想要来看101？对啊，对啊，看一下烟火，对吧？是。今年我觉得还蛮多人。每年差不多都这么多人吧，对啊。而且今年比较晚。刚来路上的时候就有塞了。对。你们有多穿一点吗？因为还蛮冷。没有，我带很多种不同的方案。对。那今天来这边有看到很多摊贩，你们有没有先吃一点？有啊有啊，刚就买一些，对。还很久。很久，超久，对。Okay, 好，可以看到，其实民众呢非常热情，跟我们分享。今天来说啊，其实在 ATT 旁边这边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夜市摊，现场人有多多，我们往旁边来看，其实真的是还蛮多的。因为呢，整个现场来说，整条都已经变成摊贩之外，而且每一摊都有非常多的人在排队。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摊呢是在卖这个韩式炸鸡哦。今天啊，其实业者也跟我们提到了，我们看到这里，其实今天真的已经摆了非常多的这个备料之外，他们也说今天的业绩来说都会有成长。我们也来跟老板娘来做一个访问，来跟他请教一下下。不过老板娘现在还蛮忙的，我们往这边来看，可以看到这里现在老板呢就是正在做这个炸鸡，而且是完全没有停过。因为啊，这个排队的长龙真的非常多。老板娘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，今天大概有备货多少量？大概5到6万，5到6万的这个业绩。对对对，备货量有多多少？大概多去年的大概1到2成，都比去年多人。有，因为天气好。对对对。今天有特别过来这边摆摊，大概多早就准备？有有有，因为我看天气啊，前一两天有看。对。大概多早开始准备来这边摆摊？我还好，我住新店而已，所以我其实提早两天就可以。提早两天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可以听到呢。他们两个我们来提到哦，这一次来讲，因为天气好的关系，所以说呢，出来的人龙更是多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排队人潮，包含从头到尾，很多的摊贩今天不管是哪一摊，真的都非常多的人。如果您稍后要来这边，真的得记得，因为从8点开始的时候呢，车辆是完全禁止出入，所以如果您要过来的话，一定要搭乘捷运，或者说您得用走的，包含自行车还有这个脚踏车也都是不能来这边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